你们俩为什么离婚了呢？这事儿也说不清楚。我看他挺喜欢你的。可能喜欢不能当饭吃，我要一直跟着他，现在恐怕还在沙场当挡车工呢。他现在有没有相好的？恐怕没有吧。一个月就挣那么点钱，拿什么养女人？哼，他点歌了5000块钱，还不如给他了。我要是给他拿钱，你恐怕就出不来了。真的，嗯，他就是那么个人。啊，反正我这次出来全靠你了。你上那种地方干嘛？都说挺好玩的，我也想去凑个热闹，谁知道就赶上了。我看你是活腻了。你才活腻了呢。小兰，是他吗？没错，就是他。你们先下。
东西呢？刘队长，我可以走了吗？还有没有没交代的？真的没有了，我都说了。走吧。小心别让我再碰上你。谢谢。哎，师傅，停车费。师傅，公安局的。小月姐。